近日，在海拔47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下，西藏军区某旅、远火、地导、特战、陆航、电抗、工化等多兵种编成联合战斗群，开展立体靶点、实兵实弹演练，全面检验部队在高原环境下的联合作战能力。各营的注意，按计划开始信号一体打击。在发出开始口令后，各兵种急速进入实战状态，侦察分队通过无人机侦测为火力打击提供信息保障。在实战演练中，火炮集群、装甲集群分别对敌方前沿指挥观察所、暴露步兵以及敌前沿地堡群进行火力压制和持续攻击，埋伏在数百米外的狙击手对敌模拟观察哨进行精准狙击，掩护破障排除分队破除进攻障碍。无人机拖拽式爆破系统升空投向爆破地点，火箭爆破器人工排障队配合装载机开辟坦克通路和步兵通路，为部队的后续攻击创造条件。左翼纵深攻击营右路装甲步兵迅速下车震动，向杨泽据点第一道响壕发起冲击。在各种火炮力量的掩护支援下，纵深攻击群对敌纵深目标发起攻击，特战队员搭载直升机进行机降破析，清剿据点残余兵力，数十辆装甲运送车和坦克加入战斗，攻占敌前沿阵地。目标已稳定跟踪，距离1224，方位1258，俯仰6辆。连指连指，目标即将军事射击，请求实射击，请求实射击。在激烈的实战演练中，防空火力队抢占先机，对来袭敌机进行打击，同时联合战斗群在装甲集群的掩护下向敌指挥所进行立体火力打击。这次演练通过模块编组、体系融合、即插即用，采取全域联合打击、立体突入多空的战法，运用弹炮结合、精准狙杀、无人平台、察打一体的打法，让联合战术训练走深走实，为我们完成多样化使命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据介绍，在此次演练中，共设置各类型靶标1000余个，全面检验了各类型火力的打击效能和部队在高海拔地区的突击能力。